明年，我们将在中国举办下一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，中非将再一次共商未来发展大计，这是我们共同期待的大事。我相信中非双方将进一步发扬传统友好，深化团结协作，促进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。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，必将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。